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智趣味创意画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幅推理图片，图中有四个人，分别在人头的嘴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和头发上。如果是你，你感觉这四个人谁最难受？说说你的观点，为什么他最难受？把你的想法分享到评论区，供大家参考，看看你的推理能力有多强，挑战一下自己。